真感谢哈、咱平阳里社区哈，按李兆龙家里哈啊共同奋斗哈，啊从这个社区，因为这个所在真有历史，但是呢，啊因为老化的社会哈，啊造成这个所在哈拢老人更加大，所以咱今仔日哈啊咱里长社区理事长哈啊接到这个台南应用大学哈在学生囡仔啊从这个社区哦活化吼好叮当起来，所以咱后边这个迄个就是因为咱利用这个暑假。啊，台南应用大学吼、哦，漫画系吼、哦，啊，学生囡仔啊来暑假时间啊，将咱这社区可以动起来，等咱平阳里，等这个风电吼、哦，啊，透过音乐系吼、哦，吴主任吼、哦，因个参谋吼，将咱的主鼓乐队吼，啊，有音乐陪伴吼、哦，啊，将咱较那个传统的这乐器吼、哦，啊，活化，所以这也真感谢，不止这。在年初的时阵吼，啊，咱南宁大吼，啊，等这个178美食街吼，啊，也做真多。南宁大后续干有啥物计划伫遮？哦，南宁大吼，啊，陆续干吼，啊，咱所看的边啊家吼，啊，有挂古厝，啊，伊希望讲未来吼，透过这个漫画，啊，会当吼，啊，吸引足侪人来对这个古部落。啊，会当有产生活力，哦啊，所以因陆续续会当来帮阮社区哦，啊，佮做一个较活化，啊，较有青年气息，啊，希望讲等那个这个活动了后吼，啊，咱这青年会当吼回流。